接下来不能让大家等待太久，我们第二个节目碧葵介绍一下吧，谢谢。第二个节目是我们彰新客家歌谣班要表演三首客家歌，第一首是《盼梦情影来团圆》，是一首大陆的民谣改编的撑船歌，请大家来欣赏一下。然后第二首是《等情郎的歌舞》，第三首是《朋友歌》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不要离开哟。好，我看看。